教育部跟你说，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和课程，我们是怎样顾？王老师，你看网络上竟然说学校教科书在教这，让我这个做妈妈的真烦恼。老师，你在学校在教书，敢说咱的孩子使用这些教科书内容都是来路不明，无经过审查，这样我们家长是要怎么放心？妈妈，你别烦恼啦，学校在课堂当中所用的教科书都是政府立案的出版社根据国家所定的课程纲要来编写，教科书的内容一定要符合课程纲要所定的课程目标和分阶段能力指标，而且教科书还要经过国家教育研究院的审查证书，才能进入学校让老师和学生来使用。所以我们政府对学生所使用的教科书内容都是有一套审查机制，不过学校这边敢无一套证书去选择适合学生的教科书？我们家长敢有机会会当参加教科书的选用呢？讲到这哦，其实咱教育部国教署修订《国民小学甲国民中学教科导师选用注意事项》，目的就是为着让教科书的选用符合民主参与、公开公正的原则。地方政府拢爱辅导学校去订立学校的选用教科导师办法。教科书选用成员除了老师以外，阁爱包括家长代表。像阮学校来讲，阮学校有教师组成的领域教学研究会去比较各版本的教科书，小心来选出上个适合咱囡仔所用的教科书。刷来阁经过学校教科导师选用小组来研商讨论，落尾才提报课程发展委员会去审查，若有通过，才会变作学生课堂所使用教科书。而且教科导师选用组织甲课程发展委员会拢有家长的代表参加，政府甲学校对囡仔使用教科书拢是真严谨伫咧审查。老师，看你伫学校教册教遮久，你是毋是上课的时阵想要教啥就教啥，进度完全是家己咧掌握，课程内容照家己的意思就好。哎呦，妈妈，这是真误会哦！我老师哦，爱伫每一学期开始上课之前，都定好阮规学年的课程计划、教学进度甲评量方式，煞来送到学校的课程发展委员会审查。课程发展委员会除了爱规划学校整体课程计划，掌握所有课程的内容甲进度，阁爱审查学校规年级。也是专校，而且是专学期你使用的主篇教材，特别讲其中有无适合学生的教材内容。落尾课程发展委员会通过课程计划，该提报各县市教育局教育处来比查。所以学校甲政府对课程教学的固守，这是足谨慎的。那呢，对学校所上的课程内容，阮家长敢有机会来参加审查咧？当然会使啊。根据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和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总纲相关的规定，学校课程发展委员会组成的成员除了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和家长代表，家长代表都有机会去表达他的意见。而且这个学年我们学校课程发展委员会还会邀请学者专家来咨询，这敢是很慎重的。说到我们那个年代，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尊敬学校的老师，学校的事情老师说好就是好，家长哪敢有意见？不过现在时代是民主的社会呢，敢说家长拄到对老师教学或者是学校课程有疑问的时候，不能来进行反应，只好点点自己来烦恼呢？哎呀，妈妈，这里就有所不知了，咱的国家是很重视家长的参与呢，也有定定国民教育阶段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事务办法呢。这个办法规定说，家长也是学校家长会，若是对学校提供的课程规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的方法、教学评量、辅导和管教学生方式，学校教育事务也是其他的代志有无同款意见的时阵，都会当向教师也是学校来提出意见呢。是哦，安尼足好诶。但是对家长提出的意见，恁老师会当不爱插吗？当然是袂使啊，因为国民教育阶段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事务办法都规定，那些老师也是学校接到意见的时阵，应该主动沟通协调。
经过沟通了后，若是认为家长的意见是有理由的，老师是要主动来修正调整哦。若是老师认为讲无理由的时阵，嘛都要回应说明。啊，你讲这是不是就是民主社会意义？所以，阮老师面对教学真正是足认真的呢。又搁接到家长的电话，妈妈你等一下吼。